他说我真的喜欢，我一定清清楚楚把我心意传达给他知道，不像你当完世界、啊、用尽心机咧，无聊到要死。这位若是要娶某吼，我感觉伊娶的是 Maggie， 不是娶你啦。你给我听清楚哦，莫想要为着要应景，硬要伫万圣节前，给我娶一个鬼新娘进来啦。蔡云来入门吼，我保证啦，以后的日子吼，就是鬼日子啊。云龙，你的事情我拢知影，你无想我无来去，按照听医生讲的话，应该开刀就开刀，应该吃药就吃药啊，接受治疗好不？你讲的我拢知，啊，不过我会惊，我真正会惊。卡做开刀，我若死在手术台顶面，你得真伤心。啊，不过我若拖拖刷刷，你总是恁的负担，恁的真失望。所有资料我拢查过啊，不管是开刀还是接受化疗，咱总是真侪后遗症。我惊我家己会变做另外一个人。我给我照镜的时阵，袂认得我家己，所以我要照我家己的方式，好好过日。啊，你敢怪我？月露，让我陪你做伙去面对你病情好不？你若无信心，我给你信心。你若无勇气，我给你勇气。你心里若是不安，你也是惊赢，你跟我讲，我陪你做一起面对这痛苦。刷下来，都给我照顾你，给我一直照顾你，一直到你的病情有结果为止。想到要对我这么好，我对你好，从来拢无改变过。你死去伫来伫阮厝的，我答应过恁妈，得好好照顾你。哇，这组婚纱真刺眼呢，韵如姐，当初你甲志文哥结婚的时阵。你是穿什么款的婚纱？你当初我认为婚纱照真无自然，所以我就无翕啊。啥？恁无翕无？哪会当安尼？不然诶，那恁要叫志文哥补你一个婚纱照，安尼才会用诶。好啊，咱就来补翕无婚纱照。志文。你是不是因为当前我破病啊，所以才会答应要跟我翕婚纱照？不是安尼啦，我只是感觉要是我亏欠你。那呢，我爱你亲自跟我讲，你是因为对我还够有感情，所以才会答应要跟我翕婚纱照。我刚才看你的表情，我就已经知影答案了。多谢你的同情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无需要。有话我就直接讲，无需要客气啦。做唔对代志，唔是用心个来弥补，忏悔大家个爱接受，世间无这款道理啦。就算志文同意娶你做某，我嘛无同意啦。林家的公妈嘛袂同意啦。你要入门吼，先去公妈听话，有啥话才好讲啦。那是无爱听我讲歹听话吼，即马大家就笑你哩哩呀，以后田无到水无流。你敢袂答应？妈，韵如即摆已经破病啊，你是咪顾虑别人的感受哈？你搁要亲像较早共款为因？你安尼为伊得着啥？伊共款偷客兄，伊敢有甲你这红婿看在眼内？伊无啦。过去就是我，想过软情，唔只系乎你弟妈伊的时阵啊，
我拢无去了解原因，爱什么代志拢伊吞落去，而且我应该伫你两个之间去讲道理。啊，若无今仔日，我甲韵如婚姻嘛变到安尼啊，而且真有可能，阮无家己囡仔，嫌姑嫂无安尼做。虽然讲我真爱伊，但过我无真正去关心伊。我对伊的爱，并无迄个能力解决问题，这嘛是彻底毁掉阮的婚姻主要原因。云露，假使讲咱两个，咱能重新再来一遍，我绝对袂有这款代志阁发生。好，这乃是你上后的决定。以后你阁莫再来恁家。阿姨，你哪当甲志文哥讲这款话？伊哪有叫我讲这款话？好，你以后阁住伫你丈人爸家，我阿照顾你某，让你丈人爸欢喜。你甲恁家嘛已经无关系啊，包括我，我有动作，无是你这个好子啦。想啦！妈，我无时间准备手机，用过一句承诺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请你答应我，请你阁嫁予我好不好？你不会后悔。我若无求婚，我唔才会后悔。我答应你，那呢？你对我讲有许份情哈？唔免你搞哭啊！来，你误会啊啦，我唔是咧笑想你啦。哎呦，我哦，只是想要甲你提醒啦。你看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你咧看蔡韵如的眼神内底，我无看到爱情啊。啊，而且我甚至会感觉讲，你看我的眼神，甲你看蔡韵如的眼神是同款的。啊，所以迄份情，都唔是爱情嘛，是另外一款的情分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你敢有需要讲啊？都唔是爱情啊，阿免强安尼走入一段婚姻内底哈。就算讲我甲志文无法度结婚啊，林家三少奶奶嘛不轮袂到你来做。钱少奶奶，我只是以好朋友的身份来关心志文尔。你莫家己是鬼咧，是讲全世界甲你同款拢是鬼，好不好？哦，假使讲我若真正介意。哇，一定清清楚楚把我心意传达给伊知，袂亲像你登云世界哈，用尽心机咧，无聊到要死。啊，搁有啦，我就是哦，做志文的好朋友，知影讲哦，伊就是为着你的代志咧伤心啦，所以我搁较无可能伫这个时阵替伊添加麻烦啦。无亲像你啦，全世界的人拢反对恁结婚啦，哈，啊你安尼无要无紧，这么自私。硬要坚持嫁人，你也知影呢，这不是叫做爱，这叫亲情啦。志文若是要娶某吼，我感觉伊娶的是美琪，不是娶你啦。妈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讲的是事实啦。林志文，你给我听清楚哦，莫想要为着要应景，硬要伫万圣节前，都要娶一个鬼新娘进来啦。蔡云若入门吼，我保证啦，以后的日子吼，就是鬼日子啊。我知你对我真袂谅解，才会讲这的话。啊，不过这遍我是真心转来，想要弥补志文的。莫遐假鬼假怪啦！你这个查某，良心互到无去啦！我实在无法度阁忍受啊啦！我靠着你吼，火都烧起来啊啦！你即马只是甲我出去哦，
甲志文哥哥伫遐啦。哎，我讲我嘛无爱啊啦，就算吼，我送予你的分手费啦。看你要安怎甲你较早的客遐分，那是你的代志啦。以后大家参无到水无流，你甲我出去啦。妈，玉如伊即嘛是白人啊，你莫来对他好无？哎，志文啊，我予伊气到吼，根本精神错乱了嘞，你哪摆为我？那是因为定想袂开，拢无为别人设想啊，我定定钻牛角尖啊。说出来面哦，唔知了出一个风波出来。你是你怪我这个老母？我是唔甘哩。你若是安尼哦，拢无为别人设想啊，那你我甲玉如哦搬出去啊，安尼你嘛较清醒啦、啊。